就知道啊，那个是个网瘾少年，演唱会我又试过，试过了很多方法，就是控制他的手机，有买过手机监狱啦，不行，太烂了，然后还买过这个手机锁了，哎呀，真的太差劲了，到现在还扔在那里啊。然后呢，有粉丝给我提了两个建议，第一个叫我在他的手机上装那个什么阳光守护，我行不行？另外一个呢，我就买了个更高科技的手机锁，就是这个啦，夜光宝盒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月光宝盒有没有很面熟呢？这个就是大话石油里面至尊宝用的那个月光宝盒啊，可以穿越时光的。唯一不同呢，这个是比较有现代感，它这里可以定时的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定时，定了时间之后呢，锁住之后，比如说你定的是一个小时之后它才可以开锁。如果时间没有到，你是怎么打都打不开它这个锁的啊？时间到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按这个开关就可以打开了。时间没有到，你怎么打死它，它都不给你开。然后呢，锁上之后呢，它这个只能接电话啊，别的你是做不了的，是不是很高科技，很适合乐乐？再看一下粉丝给我推荐的这个阳光守护，但是有人说呢，它是一个病毒软件。眼镜开发者构成犯罪，不知道啊。我们这个阳光守护，我们也来试试。首先，我们来试验这个。乐乐，把你的手机拿。哇，还在这里，还要偷偷的玩手机。首先，我们要把乐乐的手机给锁进去，看一看啊。哎，他这个是怎么弄呀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。你看，不用教，我也知道，可能是这里。手机别玩可以吗？别玩，就这里写你的作业，我再研究一下怎么锁。太坏了，它应该是在这里，然后这里一打开，把手机锁进去就行了。哎，你的手机来锁一下。手机有没有在笔盖里面？你刚才不是拿出来了吗？你不要假装啊，你的手机肯定要锁的。在水壶里面有没有？哎，去哪里了？没有、你刚刚还拿出来玩的游戏啊？在这里有没有？这里没有啊。那你打一下试试，打一下。好，打一下他的电话看看啊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在通话中。去哪里了？那是要用你手机打。打我手机是吗？哎，我手机在这里呀、那怎么办？用你的手机试试。你不要想摸我，用我的手机试，就用你的手机试。我再打一下你的手机。为什么要用我的手机？就要用你的手机。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please. 找下嘛，找下嘛。没在这里面啊。啊，算了，用我的手机试一下吧。没有啊。指甲缝我有啊，再试一下啊，来看看今天要用我的手机试一下了。放不进去，怎么？哎，把你手机壳拆掉不就得了吗？要把壳拆掉。好，来试一下。现在把手机放进去啊。可怜的手机要锁住了。试验一下啊，用我的手机试验一下。现在我的手机已经放进去了，现在试验一下，设置一下时间。设，哎，怎么我设个两分钟行不行？不行，只能五个。哦，五分钟、十分钟这样是吧？设五分钟。哎，我来。你来设，怎么弄啊？这个，不要设太长了，就设五分钟就好了。现在怎么锁？锁就够了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分钟了。我们锁是怎么锁？也是往上提，然后往下按。这里往下提，然后往下按。哎，没按到，再来。怎么按的？刚才我叫乐乐帮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是怎么弄的。研究好了没有？西西，过来一下，那个是怎么弄的？跟那个月光宝盒，哎，把它看一下怎么锁啊？这个。就这样子吗？三个小时啊。长按那里是吗？直接锁，确定？哎。三个小时啊？什么三个小时？啊？不是三分钟吗？确定吗？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
这是谁的手机？啊？是谁的手机的？我的手机啊，乐乐的手机都不见了。就试验一下我的手机，来开一下，开一下，开一下，看怎么开。开不了了。操！啊！乐乐表示，三个小时也太久了吧？我不相信这个它开不了。哎，也不能像之前那个样子那样子开，这个怎么开啊？乐乐过来！这金色，这金色。跟过来。下载一个阳光守护，先把它开锁一下。我现在不知道乐乐的密码，快点把你的密码开一下锁。怎么刚才的手机怎么会突然不见了？突然又跑出来，这有点奇怪。先不管了，先下载一个阳光守护啊。哎，还要注册，我先注册一下先啊。不能注册，是他的骗局。等一下，骗局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注册，验证码。我的手机验证码，我的手机锁在里面，看不到验证码。算了，阳光守护我也不下载了。哇，我把你的手机给放我口袋。我的手机不解锁，你的手机也别想解锁。好好在这里写作业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周末什么都取消了啊，去玩的什么取消了。Later。 哇，这个时间终于到了，我真是度日如年，终于开了。哦，我的手机终于可以拿出来了。人家说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。这是乐乐的手机啊，我要把它锁个最大时间。我看它这个最大时间可以调到多少？好，9个小时，还不够，我感觉我必须要搞个99个小时。啊！哎，不是吧，他最多只能锁12个小时。哎呀，太少了这个时间。好了，12个小时就12个小时吧。叮，哈哈，哎，锁上了，看是不是。我现在要去乐乐那里面前嘚瑟一下，好报仇。哎呀，啊，你这什么啊，钢铁侠呀？什么钢铁侠？乐乐，我跟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现在允许你玩手机啦。真的假的？啊，12小时之内你能玩就玩，来，给你。